怎么那么乖？啊，好漂亮哦！你会不会坐下呢？会。好。嗯。坐到好不好？好乖哦。哎呦，很好奇耶，好奇宝宝，好奇宝宝。这叫虎斑哦。不是，它是虎斑色。虎斑色。阿仔，你看，你看，小朋友在那里。小朋友，你看，啊，小朋友啊。你为什么对阿仔没兴趣吗？阿仔对小宝宝没什么兴趣。没差吧？其实狗没差。没有啊，这么大只，我们住那种三房两厅，怎么？啊，不是啊，他们其实跟你习惯都很 OK 啊，回到家都在睡觉、哦。我想说，这种大狗应该没有透天处。我经常我有看到人家养獒犬在小房间的。